穿什么呢？红色的吗？这个、啊、红色的背心。太无聊了，太无聊了。这个要试很久哎。你说喜欢哪？其实眼镜的话，我都没穿。哎、欸，很可爱哎、欸。对啊，还不错哎、欸。你要洗牌它。好，你要翻面吗？看一下它的，它正面哦，这是正面。哦，OK， 好。也、yeah, 太无聊了吧？自己扭的，自己嫌弃。没有，我觉得很棒。要看他吗？有了，有 B 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哦。还要等他，等下再喊你。还有四杯正在排队。还有三杯啦。哦，不是，刚刚有写四杯啊。他在动。借我拍一下。他在动哎、欸。哦。他是都白色的。管他的。不知道他这个蓝色的萤幕什么都看不见啊！等一下他要去哪里？那个要个感触很深。汤匙在杯里，他有跟你讲。嗯。他怎么想？汤匙在包。哇！好可爱哦！等他们先拿，先在哪？我先拿。汤匙在杯底。好可爱。好可爱啊！对啊。他是在一杯杯走，他有点慢。他有点慢，对。可以想嫌弃他。再走快一点嘛！你在催他哦。那我们四杯要等很久。然后他们打说不要催我啊！催你催，你停顿了。其实里面有人在炒作。进来就可以出来。然后他们开门说不要吵我。很难播是不是？可能我没有走到那个，应该是要等播才对。还好我没有继续等。我还有胶带啦，应该是胶带。我想看他撒脆片。那你呢？我最后再拿吧。你回去。对啊，他那个颜色都骗我。你要，还不错、欸。这感觉挺好爬的。用力推啦！要求很多。好的，有不要有了吧？好了，有了有一点。有一点。好，再更高。然后就被我说话。他的，然后他行动350kg，对不对？ A few moments later。可以啦，卡住了啦！哎呦，这个声音，你的裤子还好吗？我在把你
真的没有人排队，真的没有人排队。12 seconds later， 有点晕嘞。